冰，因为是冰天雪地，特别冷。有的孩子在外头玩去。屋里头也很潮湿，因为外面雪大，孩子们进来都踩得不踏实。他们铺的衣服和被子也是，基本就要一天一换的，要不我太湿了。哎呀，这皮肤病，你看看。这还这么新，皮肤病还用复发了呢。这些孩子，从昨晚到今天，可能由于雪大，现在是整个屋里都是停电的，屋里就靠这个取暖，一停电就完了。这冻得直嘚瑟，这个马上都想换了，因为底下潮，再没有电，再没有取暖的，就很冷。所以我们先换了的衣服，尤其是雪天正常啊，孩子们出去踩完了回来，睡觉地方都是湿的，所以就必须得达到一天一车换的。另外一些爱心人士能多穿点衣服和被子，这里感谢大家宝贝们，宝贝，这个去点滴的。天气冷了，是真冷了，窗户都挂着厚厚的霜，冻的全是冰。这是志愿者给我买的一个大门帘子厚的，现在给严家杠的孩子们挡上了，因为这会儿现在没有取暖的。屋里都积冰了，孩子们的这些东西也都湿了，该换了，所以需要大量的衣物。现在就是买了一台这个，先给孩子们先支上吧，因为楼上好几层楼呢，就需要好多这个，真冷啊，孩子们。